来，我跟你讲，龙虎武师入门，首先要学的就是挨揍。你是可以大有作为，聪明。佳呀，听老爸说，龙虎武师是靠动作决定圈里的地位，你不是一匹普通的马。我们再训练他第二个动作。不，我怕了，你死定。比心，大哥，咱们一起拍戏吧，我的戏。